一下我的账号加倍有没有比较运气好啊？先来个十抽压压惊，哎咦，开奖开电视有吗？有戏吗？哦吼，哇！哎，刚刚聊天室有人说，阿红，我抽到三张 DK 斗，要不要退坑？我怎么有点步上你的后尘的感觉啊？我抽两张哎，那我要退坑吗？我抽到还比你少哎，你抽三张算好的好不好？抽到还比你少，会不会又来 DK 斗？哦，这个，哦，我操！我操！怎么有两个？怎么又有两个？我的天哪！你 K 斗加倍，敢不敢再来 K 斗？我要一趴，我不要这么多，为什么？哦，好像是空我哎、欸。没了没了，抱怨完就没了。再抱怨啊，连 DK 斗都不给你。对不起啦，那个也可以塞一点给我啦。好，现在单抽哈，剩五个。呀，来个一趴吧。哎、欸，靠！在骗！哎、欸，他刚刚我以为他要停在那个绿色的那个 logo 上面，是不是在骗啊？很会吊人家哎、欸。抽卡机怎么回事？抽到快中风了！啊，你也是这样子的。他这个没有逻辑，我以为他是照顺序轮的。他刚才又在那个什么？我刚才看那个应该是空我还是什么 Black 之前停在这个，又是这样，又在骗哎、欸。一直骗一直爽是怎样？骗就是没了，那怎样才算是有啊？就是你以为你没有了，但其实他才最后一刻才塞给你，是这样吗？所以如果我的电视荧幕都是小奖在跳，就代表说我有了吗？是这样吗？看一下是不是这样？哎、欸，看，真的哎、欸！而且为什么每次骗人玩骗？骗完人之后都是这个东西啊，都是这个小奖啊，是怎样？要他来背锅是不是？怎么那么扯？都是又是你，每次骗完都是他哎、欸，塞把塞是这样念吗？塞把 ，Level up。我不知道他念什么，但大概是这样吧，是不是？啊，保底了，干！我又发现 bug 了，阿红、项羽加小明、豆子、陆光珠，显然黑子补血是满的哦，还敢用 bug 啊？没有啦，你们有 bug， 你们去官方跟官方讲啊，跟我讲，我也不能修，而且我用 bug 又一直被嘴。我们手势先比好，这样是不是？怀旧电视，第一个时候一趴，请出来。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？滴，让我看到绿绿的，绿色的。玄哥，玄哥，今晚是不是有点东西？还两张二奖哎、欸，玄哥今晚是不是睡不着觉了？你今天真扯，是不是？红哥代抽，不说了吧？下一句不说了吧？两张 DK 斗，来，我们看看有没有办法创造伺服器的奇迹，敢不敢再来一张一趴？敢不敢在保底前再来？感谢子豪的生日快乐，每晚不能抽吗？啊，可以。子豪大哥，子豪干爹，你说的什么都行，好不好？我代替神魔谢谢你，每晚来抽卡，太猛了吧！好，我们来试试看有没有机会。
让我再看到绿绿的一哈，谢谢。哦，是没有，但是好像毕业了、欸，又来一个二奖了，新的二奖，这个应该是 Black，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好像只差谁了，只差空我了，是不是？好像只差空我了耶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再来一个十抽，敢不敢直接毕业？通讯小妹怎么拿？在竞技场里面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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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各位，这个代抽六不六？各位，就问你们，折豪30块多没？乌鸦已经弃了。今天怎么看起来感觉乌鸦是现在我们单抽，我们帮玄哥抽第二张，好吧，第三张、第四张、第五张 ，zero one， 敢不敢再出来？绿色的，绿色的，哎、欸，怎么有机会说？因为前面都没有看到绿色的，然后最后才绿色的，会不会是这样？感谢黑乌鸦的30块的内，我先去顶楼了。别，你要干嘛？是去顶楼玩神魔之塔吗？还是什么？哎、欸，绿色的，哦 ，DK DK， 哦，又来一招，敢不敢再出一张 DK， 让玄哥验四张？这是第几张？这第三张 DK 了哎、欸，再一张，复制人练起来了啦。玄哥，滴滴滴滴，绿色了！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是不是在哭？好啦，各位朋友，最后一把了，今晚直播最后一把，大家可不可以助我一臂之力，刷个1% ？Zero one， 好不好？保底前的最后一抽，让我们再创高潮，好不好？雷先生。手举起来，一趴抽出来哟！一趴，滴滴滴滴滴滴滴，转电视，转电视，嘟嘟嘟嘟嘟嘟，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每次最后都是他？塞吧，塞吧，每次最后好像一定都是他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不懂，玄哥，我帮你抽掉，不让你体验抽一趴的感觉怎么样？ 我是不是够坏，玄哥？这然后让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电视里面看到 zero one。好吧，两张一趴，玄哥够不够给力？可以了吧？碎啦，那这样子也算是圆了玄哥的梦。这一次那个一趴两张就是一张一转，一张不一转就是最好的玩法了。OK， 然后我们二奖也全部抽齐了，好不好？鬼之抽卡，谢谢各位。